就是岸边的，就听到一声掠食声音，蛮大声的。然后我们就转过去，因为刚好在摄影嘛。然后一转过去之后，就看到了一只，就是还蛮长的，就是应该有超过一公尺啦，超过一公尺的东西啊。可是当下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，也有可能是鳗鱼，有可能是蛇。不是不是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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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